众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请翻开《摩诃止观普贤传宏诀》第669页。今天我们进展到这个设法第三卷之第四卷第三之四好，我们来看669页五。设一切位者，若云一地即二地，二地即三地，即灭真如，有何次位？此者无有次位。好，我们来看这里啊，这地方是在讲在这个《楞伽经》里面他有提到但是因为《楞伽经》他提到的这部分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他是在讲一切位比如说我们讲十住十地等等这些位阶呢，它是无有次位的，是没有这个位阶的就像一地即二地，二地即三地那么这个楞伽经讲的这一部分呢，只是一小部分，但是它其他地方又谈很多的位阶所以这一部分讲无有位阶，事实上是在讲有的当下它就是空，它是站在这个位这个站在这样子的角度来看好，我们翻过来。那么这个无有位阶这个概念也为当时当时代的许多修行人那么会等于是会误解那这时候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的这一部分呢，他就要做一点论辩好，我们来看670页后面。又大圣经中处处皆说一切地位所以前面讲无有次位，这里讲名有次位就是还是按照次第有位置叫次位。有修行的所证道的这个位阶那么在大圣经中呢到处都谈，那么为什么会没有位阶呢那么楞伽经所讲的它是站在原教的教理来谈的，但是事实上并不妨碍没有位阶并不妨碍有位阶。好，我们来看671页良以无生无灭正慧所无所得，人自烦恼业苦三道落尽于无为法中而有差别，次位何前？好，就是说这个无生无灭正慧无所得这个是指在空性上无生无灭，那么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般若正慧上了解一切无所得，那么因这样我们能够治烦恼业苦，就是惑业苦
那么这烦恼业苦这个三道啊，这三道就是指前面的烦恼业苦啊。这烦恼业苦这三道啊，若尽于无为法中啊，而有差别，是为何邪呢？我们如果证罗汉果位之后，就是无为法中啊。那么在无为法中呢，罗汉果位以上还有菩萨位。要证还有42个机位要证所以在罗汉果位之上，在这个罗汉果位之上我们这么有42个机位，这几个机位全部都是在无为法中他们都是以证的。空性的，所以正在圣人的阶段，他还是一步一步的要往上修那么有42个阶位，所以圣人是因无为法而有差别这个在《金刚经》里面就有提到那个圣人呢是因无为法而有差别，所以在。这个无为法中，立这个次位，这个位阶啊，次位和弦有什么关系嘞？不会妨碍到有什么关系嘞？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假设什么都没有，那这样子就偏执无畏我们看那个小字第一行下面复防愚夫偏执无畏有些愚痴的人，他会偏执这个一切无畏那这个是拿一小小段佛经里的话而偏执了，那这样就危险了那事实上，次位和弦这些位阶啊。并没有什么妨碍，而且还能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的无为法中而有差别，自己修到哪一个层次所以真正我们现在虽然是凡夫我们现在了解到这些位阶，其实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在未来生中我们总是会证悟的像在座各位都已经被佛陀授记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有听闻《法华经》能够《法华经》里面有讲你只要在这个佛前一举手一点头，就是一个合掌然后一个点头就是一个问讯那么这些呢，皆已成佛道，一切南无佛皆已成佛道。何况你们每天都念那么多佛，所以呢，那个未来是必定成佛的。但是成佛的快慢，如果我们现在所种的因都是原教的这些因，那么未来成佛的速度就会很快了。好，我们来看下面若悉法入空，有无二门所断三道，如毗昙所明，七贤七圣七沙门果，沉沦所明27贤圣等差别位相，乃至非有非无门位，皆为虚空观色我们来看这边这里呢是在讲这个虚空观，悉法入空，就是以虚空观的修行入证空性叫悉法入空。那么这个悉法呢，是依这个阿罗汉的这个修行方式罗汉。就是藏教藏教的修行方式呢，它是虚空观。
一这样子入空啊，而见到了有无啊，了解这有无二门啊，这个当下有的当下，它就是一个啊，有本身经过分析之后，它是一个空的啊，是一个虚无的啊，它是无常的啊。所以因这样所断的三道，惑业苦三道啊，那这个呢是偏真涅槃的内涵啊。就像毗昙啊，这个毗昙是小圣的经啊，里面提到七贤七圣四沙门果啊。七贤位啊，就是七方便位啊，大家记得七方便位吗？哈、啊，五庭心观、别相念住、总相念住、暖顶冷是第一法，这总共七个啊，这叫七方便。前面呢，七贤其实可以拆开来成为前面是三贤啊，然后后面是四善根啊。那么前面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三贤呢、啊、哈、啊、就是五庭心观、别相念住、总相念住，又称为三资粮位啊。那么这资粮三个，这是指小圣的、哦、啊，小圣的啊，是藏教的啊。那么这三资粮位加上后面的四善根位啊，四个善根位啊，总共合起来就是七贤位啊。那么这七贤位是还没证果位之前，还没证出果之前，这七个位阶。那么七贤位即可啊，就是外凡，它就是外凡内凡位哈、啊。我们刚刚讲的五庭心观、别相念住、总相念住，就是外凡，我们藏教的外凡。好，那暖顶冷是第一法，是内凡。好，那么这个外凡内凡加起来有七个阶位。好，那这个七个阶位都可以让众生依止啊，不是有四依吗？啊，四个依啊。那么初依嘞啊，就是指这个啊，五庭心观，只要五庭心观能够圆满成就啊，那个我们这个啊，这个五庭心观它能够扶助啊，能够圆满，那么它也可以受众生之依止的啊。那我们实际上真正的初一，它是讲我们五品弟子位啊，五品弟子位的初一，但五品弟子位它肯定七贤它都要具，它七贤位它的五庭心观、别相念住、总相念住，它都要能够啊，都要能够稳定修行才行啊。所以七贤位的，我们讲别相念住，就是指四念处个别修，身受心法个别修，叫别相念处啊。那么总相念处就是四念处一起修，身受心法总的一起修，叫做总相念处，就是一起观。我们不是四念处观身不净啊，观受是苦，观法怎么样，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那么他四念处个别这样子观，这叫做别相念处啊。那么一起观啊，叫总相念处啊。所以身受心法整个一起观啊，整体知道我们的身心身受心法整体是苦空无常无我啊，这叫做总相念处。个别别相念处是为了走向总相念处啊，为了熟悉总相念处啊。事实上本来它应该就是要整个一起观了 啊，但是因为对法还没办法那么熟悉啊，有些人的根气还不够啊，所以先经过别相念处才有办法走向总相念处。好，
那么这个是七贤位啊，那么这个七圣位我们看小字啊，小字第一行下面啊，为性行法行信解见得身正啊，实解脱不实解脱啊，这虽然是分七个，事实上就是四个了，就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么是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拆开来看啊，拆开来看。所以他这个虽讲七圣位，他事实上是啊拆开来看的哈，那么大家可以去，这个我就不分别说了哈。那二十七贤圣位也是一样啊，也是从贤跟圣，它是开合不同，拆开合起来讲开合不同，但事实上讲的都是在四国以内啊，都从五庭新官到四果罗汉之间的所有阶位啊，只是开合讲法不同而已啊。那么大家可以回去看哈、啊，那这叫做啊，这个七贤、七圣、四三门果啊。它意思是为什么要讲这些二十七贤圣，还要讲这么多阶位位差别位相呢？那是因为要了解。都有阶位啊，是有阶位，不是没有阶位的啊。然后而且这个阶位是为虚空观所设啊，前面的这些阶位是虚空观所设的啊。好，我们翻过来啊，672页啊。那么这里前面讲的哈、啊，前面是不是有无二门跟非有非无门，对不对啊？那这总共四个门啊，这个、空就是有门啊，有门跟无门啊，非有非无门，这总共是四个门啊。好，翻过来啊。哦，抱歉啊，这个，哦，我这个，好，我们继续看哈，我这个沙哑声音没关系吧？好，大家忍耐一下。这个非有，它这个四个门啊，有门、无门，无门就空门啊，有空啊，然后那个非有非空，亦有亦空啊。它这里有人是提到非有非空啊，或是亦有亦空门啊，这个都是可以谈这个四个门啊。那么这个在提法里面啊，不是在刚刚那个西法里面，西空观里面啊，在藏教它有好几个经论，有的是从空门入，有的从有门入啊，有的，所以它的论的角度不同，所以你不管是哪一个门，都是以为西空观所收摄，大家了解这意思啊？它的意思是指这样子啊。那因为有很多的经论，比如说像大圣也是一样啊，等一下也是看到大圣呢，也是这四都会提到这个四个人，这个四门亦皆如是啊，他就是带过去了讲，但只是先啊，先从体空观来谈，或是啊别教啊的从空入假来谈，或是原性解行来谈，这些呢都可以啊，这个我们这个四个门呢都包括进去了啊，都可以算在里面啊。因为在大圣的教法，很多人是从空门入，有些人是从有门入啊，像我们净土是从有门入啊，那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是一个有嘛？
所以他是个妙友，那这个妙友会让我们巧入无声，善巧的带领我们入无声法忍。好，那么这个禅宗呢，它就是非常明确的空门路。好，那有一些论点，它有的是空门路啊，像三论宗啊，那这是很明显的空门路。像中论讲的，就是空门路。像唯识有门路，大家了解吧？啊，所以空有路，大圣全是大圣的角度不一样啊，所以有这种四门，就会有这个四门跑出来。好，我们来看下面啊，中间672页中间啊，若提法四门，入空所断三道，如大品明三圣共位，前会乃至八地，系同入空止观色。啊，这里是讲通教的位阶，通教的是体那个体空观，所以叫体法入门啊，体法四门啊。那么我们前面的虚空观的四门，如果用体空观来看啊，体法四门入空所断的三道啊，那这三道就是惑业苦三道了啊，烦恼啊，业道苦道啊。那如大品般若经啊，大品明三圣共位啊，那这时候呢，前会乃至八地系同入空止观色啊，在通教位的前会地啊，到第八地，第八地是啊辟支啊，我看辟支佛地啊，第一地是前会地，好，我们通教的到第八地是辟支佛地。好，那这个到第七地呢，它是等同四果罗汉。好，所以前会地乃至八地系同入空止观。好，这个通教的人的根气跟藏教根气，它差别啊，它空性观法不一样，通教的人也差在顿根跟立根差别上啊。那么虽然它有这样的差别啊，那因为它有这个它的空性的体会不同啊，入空的方式不同，所以最后朝向大圣的那个啊那个底是很充足的啊。在比较啊立根的人呢，他很容易啊就从八地七地甚至六地，他就可以被别教所接。好，那比较比较立根的是提早被接，比较顿根的是后面才会被接。好，为什么叫比较立根的会提早被接？因为提早接他证的速度会很快啊，那个因为他等于是天，就像我们天才嘛啊，天才有分好的天才，非常立根的天才，还有稍微差一点的天才，但是都是天才啊。那么比较厉害的天才就很早被发现，他不用跑到国中就被发现了，小学生就被发现了，马上就小学生就给他很快的让他到国中高中大学甚至博士了。好，那这个呢就是这个通教里面呢，如果立根的人很早前面啊，这个六地五地他就可能就被接了啊，那么顿根的要到七地八地啊，他才会被接啊。所以这里前会乃至八地系同入空止观色，但还没被接之前，他们都是体空观的止观所摄。好，我们来看下面别教位啊。
若从空入假，修立别行，不得意者，成三十心。福祸之位，即用空假两观色。啊，若得意，能破三道，成十地位，即第三观色，或纯用假观色，乃至四门亦如是。啊，那么这里呢也是一样啊，这个从空入假啊，这个是别教，别教修行呢，他一定要先从空入假，所以要做假观啊。他立修立别行，他要发心啊，他从证悟之后，他就要发心入众生界啊，能够啊，这个在众生界修行。啊，那么这个不得意者，成三十心福祸之位。不得意是还没证，还没破无明，啊，他还只是在破尘沙祸，还没破到无明祸啊，所以还没破无明祸之前，都称不得意。得意的意思是，啊，是入破无明啊，所以我们看小字第四行下面啊。小字的第四行啊，下面啊，那中间这个福祸之位名不得已，就还只是福住祸而已，还没证啊。那得意即入破无明位啊，就破了无明位了啊。这是指得意跟不得意的差别啊。那么不得意者，这个他还在啊分破尘沙祸。啊，那么他这个别教的破尘沙祸啊，他是在啊从十信位十信位后面啊，不是从十住十行十回向啊，从十住位开始哈，十住十行十回向，那么在这三个三十心，这三十心就是指十住十行十回向啊。那么他在这个三十心中啊，即用空假两观色啊，空跟假两观，他的中观还啊，他的中观这个是属淡中啊，不是说没有中观了，但因为他中观是属淡中啊，所以他这里没有特别啊提啊，所以他是用空假两观所设的啊。若得意能破三道啊，破得意的话，破的这个三道啊，是讲这个他的祸是指无明祸啊，那祸业苦成十地位啊，就称就是破一分无明，他就证到初地了啊。那么这是第三观所设，这第三观是指空假中的中啊，那么这个第三观的空假中的中就是集中了啊，不是淡中了，就是集中了，是集中所设的啊，或纯用假观色，乃至四门亦如是啊。那这是指我们前面啊，这个前面空假两观色，或是讲纯有假观色，都是算在这个阶位，都是算在别教这个不得意者啊的这一段时间啊，这段修行时间，乃至四门亦如是啊。四门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哈，这个都包括进去啊。那么这个别教的阶位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把摩诃止观跟法华玄义哈，这两部论著认真的修行的话，在未来假如你们被接哈，应该就是接入圆教了，就比较容易走向圆教了。好，这个就是如果说大家先以体空观先证，处在通教的位阶的话，应该也不用经过通教了，大家直接就从别教圆教修行了。好，如果现在大家就老实念佛
念南无阿弥陀佛，那就直接就原教修行了，你也不用经过通教藏教啊，这个这种就不用去管通教藏教了，就直接从原教的这个五品弟子位之前，虽然我们还是五品弟子位之前，我们是这个算啊啊，我们算只是一个大凡夫啦啊。那但是呢，因为我们有这个原教修行的概念，所以我们老实念这句佛号就是原教的修行了。好，那我们这也是了解到啊，众生有别的路在走啊，了解这个很有用。为什么呢？因为未来你们更容易去利益众生啊，有这个智慧可以去利益众生。你知道这个众生他适合什么法帮他啊，你比较更有智慧可以去啊，就是哎，而且很快可以破尘沙惑啊，因为这个尘沙惑最难破，尘沙惑很不容易。尘沙惑就是习气啊，啊，它也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个习气啊。你要习气纷纷断啊，那从我们的这个啊，因为我们利益众生，我们为什么没办法利益他？是因为心里面就有一个跟他有个隔阂嘛，啊啊，像我每次都最常用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如果你有洁癖，那么这个人又很不爱干净，你怎么度他？你连看他就不想看他了，那你怎么度他啊？那很怕老鼠的人，你怎么去度老鼠？对不对？啊，很怕蟑螂的人，那你怎么去度蟑螂？啊，啊，那所以呢，它就是我们潜意识里面的这个跟众生之间的某一种，啊，有一种这个，他这个也不是讨厌他，也是有慈悲心看他们，可是因为长久习惯了啊，这种习惯，他就会，这个习惯就习气，他并不，他跟贪嗔痴无关哦，大家了解哈，不是贪嗔痴哦。他这只是就像一个喜欢生气的人啊，啊，他证阿罗汉果位了，他那个表现样子还是生气的样子，连讲话的态度啊，那就很霸气的样子啊，他就是一个那个样子出来。那这个并不表示他内心有嗔，没有，他没嗔啊。所以这个是一种啊，比如喜欢偷东西的人，哎，喜欢偷东西的时候，他那个习惯，他习惯在，可是他并没有要偷，可是他不会偷了啊，到最后他是不会偷的，只是说那种，啊，那种，无视节来那种动作啊，还有身心表现出来的那个倾向，啊，这个叫习气。那么这习气会让我们跟众生，有些众生你度不到，所以就说障碍化道嘛。化就度化嘛，障碍我们化道，化度化众生的道，好，所以一个人呢，哦，真正未来对自己要有个志气，啊，我要调整、改变自己来利益众生，为了要利益所有众生，所以我们就要发心把自己调整，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这叫菩提心，好，我为了要利益所有众生，所以我要调整我自己。所以发菩提心，光发菩提心可证，就可证无我，人无我，法无我，啊，他就可以证到无我，这是真实的。这个阿底峡尊者不是有徒弟就这样吗？啊，我讲到几次了，啊，啊，我有讲吗？你们都忘了，哦。阿底峡尊者不是有个徒弟，从那个窗户上飞出去，啊，常常偷偷的飞出去，又偷偷的回来。他每次都以为人家没看到，结果有一次飞回来给他一个弟子突然看到，不，给一个居士看到，啊，他飞回来给一个居士看到的时候，这时候那个就跑来，这个居士跑来跟阿底峡尊者讲说，哎呀，师父，你有个徒弟居然有神通嘞。他意思是说，阿底峡你都没神通，你的徒弟有神通。啊，阿底峡尊者就笑一笑，他说我，然后那个居士就问阿底峡尊者说，
啊，师父啊，那这个人是修什么法？你要教我们呢、啊？啊，那阿底峡尊者就请了徒弟下来，啊，先把他徒弟念一遍，念一念，说你不要随便乱显神通。然后那个结果后来他就还是让那个居士问他说。啊，请问啊，你是修什么法，居然可以在天空飞来飞去啊？结果那个啊，他那个徒弟就讲，我是修师父给我的菩提心，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法足够就可以让我们证无我。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你要利益这个众生，你得要，因为你知道，你发现这个人是什么状况，你就得要想办法去利益他。想办法的过程当中，你得改变自己，你必须要放下你的执着，对不对？啊，那比如说这个人，你真的得要用啊某种方式去那个啊，比如说你遇到他，他这个是属于比较啊那个比较这个需要用啊需要用宰官身得度者。那你就得现宰官身来度他了啊，那你需要用这个居士身得度者啊，或者是需要用啊这个沙门身得度者，你就要现那个身得度他啊。啊，如果他这个人要用女人身得度者，你要现女人相去度他了啊。啊，你这个呢，你就得要懂得啊，这个人是适合什么样子的方式利益他。啊，有的他你真的得要。呵斥啊，或是硬的软的都得要有，你这样才有办法引导他了啊。所以我们要主要是心地上，你真的想要让他走向正路好路啊，那这样才有办法啊，才有办法。这个都是要生生世世的修行啊，但是我们只要存了这个心呢啊，这个物一切都是为众生着想，众生的法身慧命摆第一位，其他都其次。你可为了法身慧命啊，自己什么都可牺牲，那这最后就真的会证无我。众生的法身慧命永远，别人的法身慧命永远摆第一，这时候你什么东西都可舍。好，这所以这是一个人的，你吃不吃饱饭也不重要啊，你有没有地方睡也不重要，你能不能生活也不重要，你只是觉得他的法身慧命最重要。这时候你会啊，在以你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位，那个你要去希望去圆满他啊，那你只是想要认真的利益众生啊。这个在历史上有非常多法师这样啊，像这个。韩国不是有个元晓大师吗？啊，元晓大师，他有一次就看到那么多人在瘟疫，那个生病，啊，按那个官兵把他瘟疫区啊，就画一条线，大家不能进去，啊，里面人不能出来，外面人不能进去，啊，按元晓大师就硬进去要救他们，按元晓大师一进去就不能出来了。啊，他也知道啊，可是他要去帮忙他们，因为元晓大师也会医病，他要去医他们啊。那这时候他得要放下他的生命，我这个生命不重要，啊，他就然后就进去要去利益他们啊。这个历史上很多这种例子了啊。你看那个别的宗教也有啊啊，他只要虽然说他们。义的这个像那个德蕾莎修女，她也是这样啊，她就是希望把那个贫穷的印度哈、啊、给她改变，啊，来去救度一些贫穷的人，她一心就是为了要救度贫穷的人，她没有她自己，她自己再怎么累也无所谓啊，晚上怎么只睡那一点点时间也无所谓，所以她并不觉得任劳任怨，连任劳任怨的感觉也没有。就是一直做而已，就是一直做而已。所以菩提心啊，所以谈到这个别教就先谈菩提心。我们一般人他发大菩提心的时候还是走别教修比较多，
因为你一下子走圆教修很不容易啦，那个根气哈、啊、要很，的确要很懂，要很懂的圆教修行而走圆教的人很少，可是不懂圆教修行而走圆教的路很多，为什么呢？念佛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这是很不懂圆教，但事实上他是走圆教修，为什么呢？他就是直直的，就是直通成佛之路，念南无阿弥陀佛，直通成佛之路，啊，把佛陀万德庄严的果位当因地放在我们心里，我们不断的啊，不断的持诵种这个善根福德，而这个佛陀果位的因地之具佛号在我们心里，又能够消我们的业，好，然后也让我们巧入无生法忍，啊，那这就是最直接的圆教的修的，没有比这个更快的了，啊，没有比这个更直接的了。好，我们来看下面啊，673页啊，倒数第四行啊。若圆性解行即事而真，从观行入相似，尽破无明，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凡42位同成宝胜，直至道场。涅槃经了哈，涅槃说15日，月光用转显，譬如自得。16日，月光用渐减，譬如断得。亦如14般若，是因为15如妙觉，是果位，皆用中观色，乃至4门亦如是。啊，就是圆性解行。啊，这个是圆教的性解行啊，以圆教的性解行，我们了解即事而真。我们的外面的零零种种的当下是即事而真，即事而真啊，从观行位入相似位，再分正位啊，分正位就是破无明的了啊，然后开示悟入。啊，这个佛之之见，凡42位，尽破无明之后，还有42位皆要走啊，同圣从成宝圣，直至道场。啊，那么这个42阶位就是从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总共4个十嘛，哈、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啊，圆教的初住位开始算起啊，到。这个十地结束，等觉妙觉，再加等觉妙觉，42个阶位啊，42个阶位，每破一个阶位就是，啊，就是断，就是一个分段，啊，一个变异生死啊，他就突破他自己嘛，好、啊，突破他自己，啊，一直往上修，好、啊，所以同成宝胜，直至道成，啊，涅槃说15日。涅槃经啊啊，它里面比喻啊，说15的月亮，月光用转显，辟其自得啊，就是从1号到15号，月光是不是越来越亮啊啊，就越来越亮，它就是好像智慧越来越显啊，月光转显嘛啊，譬如自得，就从初住位、2住、3住啊，然后。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它就是像初一的月亮慢慢亮亮亮亮亮到15的月亮啊，就月光转显，它的智德就越来越圆满，到15日成佛圆满了啊。那么另外一个比喻呢，就16日月光用渐减，譬如断德。好、啊，从16日开始，月光的亮度就越来越暗了啊。就好像我们的这个啊，这个无明纷纷的破掉啊，无明纷纷的破掉啊，到最后断尽了，就叫断德。无明断尽了，就断德啊。然后另外一个比喻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亦如14的般若，是因为15如妙觉，是果位啊。这样就是
十四是15号的前一天嘛，啊，就是最后妙觉果位的前一个果位的等觉啊，那等于是十四的般若是因为，这前面的阶位都是因为，最后妙觉是果位啊，是果位，十五如妙觉是果位啊。那这些呢，皆用中观色，乃至四门亦如是啊，都是中观所色啊。好，我们翻过来啊，这个中观所色就是圆中或是集中啊所色啊，圆中集中啊所色啊。那别教他还没破无明之前，在初地位之前，别教的初地位之前啊，就原教的初住位之前啊，在别教的初地位之前呢，他都还是淡中所色啊，都还是淡中啊。那只有到这个别教一旦破无明证初地之后，就进入原教初住位了啊。所以就以后的别教的二地、三地、四地都是有名无有教无人了。啊，有这个教，没有这个人，啊，因为他就直接跳到原教修行去了，啊。好，我们来看674啊，中间问大圣不明地位，此观何所色也？啊，这个大圣啊，他啊，这个啊，如果大圣他没有这个阶位，那么这些。这个止观怎么设呢？啊，他这里还是在讲那时候的弊病，啊，那时候有些人都一直在讲没有阶位，没有阶位，啊，那大圣很高，最高，他的般若最高，啊，所以一切是空的、无的，啊，所以就偏执这个无，所以就认为这个最高的法就是没有地位的，嗯。这就严重的误会了啊！所以回答答大圣经论皆名地位，汝谓地位，汝无地位，不免无父。闻自性离，即是解脱。虽说地位，即无地位啊！就是啊，这大圣的经论呢、啊，都明有一个阶位啊。你从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就是阶位了。十地二那个初地二地三地也都是阶位啊，你怕阶位啊，硬说是无阶位无这个地位，那么不免被无所绑住，不免无父被无绑住啊。那么文字性离，文字本身它就是啊离文自性啊，一切本无自性，它也是此相。一切本无自性，即是解脱啊。那么虽说地位即无地位，地位它这个啊，就像《金刚经》讲的啊，这个是有寿者相，无寿者相，是名寿者相啊。所以虽说地位即无地位，是为地位，是名地位啊。所以地位的本身，它当下本来也是无，但是无中。又无法去立地位，让人啊有一个啊，他有一个阶位在走啊。他事实上，一个修行人的确是有个阶位在走的啊。好，我们来看下面啊。中论云：如外人破世间因果，则无今世后世；破初世因果，则无三宝四谛四三门果。那么中论讲，啊，这个外人就是指这个外道了啊。那么这个外道呢，破世间的因果，说没有今生后世，啊，那也破，这时候也破出世间的因果，认为没三宝，没有四谛，也没有四三门果，这些呢都是，啊，这个，这是外道错误的，啊，执着这个无。下面675啊，无何等三宝？
那么既如果说是无，那这样三宝哪里来的？为什么常常我们会为什么还有三宝呢？啊，那事实上啊，要有力，有力三宝，你才有办法指引所有众生一个方向。好，所以佛陀在各个啊经论啊，以及他教导所有众生一代的实教啊，这三宝立，这三宝是最重要的。好，见即不灭，则无三藏中三宝四谛四沙门果。好，这个一切是无的，这个见啊，这个错误的邪见啊，如果你不灭，那当然就没有啊三藏中的三宝四谛四沙门。啊，好，下面尚不得着度道果，何处有后三番三宝四谛四沙门果？啊，就是说，如果你连三藏教，就是藏教，藏教中的三宝四谛四沙门果都否认了，都无了啊，那你这样子连着度的道果，着度就是指藏教是着度嘛，啊，通教啊，通教的这个体空观是巧度啊，那么这里是着度。这个着度的藏教的道果啊，都得不到了，何况还有后三番？后三番就是藏教后面是通教、别教、原教，叫后三番啊。后面的通教、别教、原教的三宝四谛四沙门果嘞，那更没有了。你连最初的藏教的沙门果都没有，那怎么会有后面的通教、别教、原教的嘞？好，好，此次外道全无四番三宝等也。好，这是这地方，这里是在啊驳斥这个外道哈，说这是错的啊。外道是全无四番三宝啊。好，我们看676页啊。若次着度者，但有三藏中三宝四谛四沙门果，无后三番道果也啊。如果呢，只次这个着度有，就是啊，觉得说只有藏教的，这着度指藏教，藏教的。三就是但有三藏中三宝四谛四沙门果，无后三番道果也。哈，如果说他认为呢，只有差的比较，认为说藏教的修行有三宝，那后面的别教啊，通教、别教、原教修行可以没有三宝啊，就是后面一切，他们认为说啊。只有三，这个三藏中有三宝，后面可以没有三宝啊。那个后面没有三宝，他们的意思是说啊，一切都是空的啊，这一切都是空的。这个啊，这个概念是最高的概念，那最高的概念，所以有三宝是比较差的概念，没三宝，一切是空的是比较高的概念。所以这也是很错误的啊，这个看法啊。所以无后三番道果也啊，那这个，那你如果是这样想的话，那就严重了啊。那这样子，那更是错误的了啊。因为后面的这个别，这个通教、别教、原教更需要三宝的住持，你才有办法引导后面啊的引导全部所有的修行人。所以人需有后三番的因果啊，人需要有后三番有三宝，你才有成就佛果的因果，
你没三宝，你怎么会成就佛果呢？啊，如我所破者，即有三宝四谛四三门果啊，就是就如我所前面所破次的啊，那藏通别圆四教都要有三宝四谛四三门果啊。好，我们来看下面啊，何者？悉破界内烦恼业苦，即有三宝啊、三藏三宝四谛四三门果。若体破者，即有三番三宝四谛四三门果。啊，这里是另外再强调一下啊。所以可见那时候啊，对于这个一切都是空的，很多人误会很深。啊，所以嘴巴是说空。事实上他这个空啊，他已经是空到什么都是空的了。所以在那时候的那个啊，那时候北周啊啊，都五代那在那时候那个北周后来灭了啊，就变成陈朝，陈朝后来隋朝啊，那时候的北周所有的修行人都弥漫的一切都是空的啊，南方也是一样啊，南方也弥漫的这种气氛。所以智者大师出来就是要破邪显正啊。那我们如果说一切都是空的，那就麻烦大了啊。那你这个，所以后来很多人修行人都在一天到晚那里泡茶闲聊啊，然后聊聊聊都是聊空啊，那最后也没有一个成就啊，那然后都在讲的很多都是那个知见都是不对的啊，所以智者大师的出现啊，大师的确树立了这个法床。好，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我们在现在还是有人这样，还是有人这样子哦啊，我周遭我有看到，这叫狂禅嘛，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讲。狂禅，禅宗呢啊，禅宗里面修到比较狂妄的，他就有点类似走这种路了啊，这一切都是空的啊。这个的有些人是头脑哈，太聪明啊，太聪明，这个比较不会发生在钝根的人，都是发生在那个算力根，但也不算太力，太力也不会这样。啊，那这个是叫聪明反被聪明误。我有一些学长就有这样，啊，这台大的学长，所以台大是个怪学校，说实在都出一些怪人。哎，那我这个学长还是这样子。哎，我像我上次跟大家讲过这个故事是很重要一个故事啊，我再讲一遍，就是我一个学长呢，我有一次我去请他。因为我负责佛学院佛学社的所有活动都是我在传的啊，我是等于是总执行长，那时候我还去负责去请老师啊，就把学长，这个学长大家都很推崇他，我就请他来帮我们演讲啊，那时候干部训练营啊，来演讲啊，他一来呢啊，我很清楚，我那一幕到现在一点都不会忘掉啊，就从那个大殿前面走过去，啊，我们那个从这个佛学院训练出来的哈，啊，或是从忏公那里训练出来，我们从大殿走过去都会问讯一下，啊，都会对佛问讯一下，他走过去就直接就走过去了，那啊我就先问讯啊，他看我问讯，啊，那他也没有理我哈，啊，就直接走过去，那这时候呢？他不讲还好，讲的让我愣在那。他讲什么呢？我以前都会问讯，现在我不问讯了。啊？我真的愣在那里。啊，那这不就是狂禅吗？后来我才知道叫狂禅。我那时候还，我那时候只是，也虽然有认真在教法上，但是几乎时间都在活动，被活动所绑住了。
所以还有些情况我还搞不清楚啊。后来我再慢慢发现啊，原来是这样。后来那学长出很大的事情，哎，后来也有问题啊，哎，这可惜。所以一个修行路，只要知见错，未来路都是那个很麻烦的啊。知见错最恐怖了。你宁可自见对哈，慢慢消业障哈，有些什么困难啊，有些什么灾难都慢慢消没关系，自见对很重要。可是自见错，你还真的三宝也救不了你呢，三宝也救不了你，也很难救你哦。啊，按那个佛菩萨护法龙天都会安排人点你一下拉你一下，如果你一个个性那么强，我就硬要保持自己的看法，那就麻烦大了啊，那就真的麻烦大了。所以佛菩萨都在冥冥当中在引导着我们啊，我们要谦虚的去听一些知见、一些善知识的话啊，我们要很谦虚的去听啊。所以后来这个学长的后果真的很不好，他未来他的后来我都还慢慢有了解到一些状况。好，那我们来看下面。好，所以这里叫做，所以为什么这个智者大师在这里一直这么多的反复的在谈啊，不是什么都空，是这个是真的有建立，有一个有啊，而这有的当下也是空，可是我们不要只是从空的角度看，我们要很多东西是跟着有一起看的。所以西破界内的烦恼业苦业，这烦恼业苦有三宝，体破也有三宝，就西空观、体空观都是有三宝，四谛、四三门果。体空观里面有三番，因为体空观就通教、别教、原教都是体空观嘛，啊，别教、原教的底，它的打的底，空性的底就是体空观啊。所以体破者就体空观所破的啊，它一样破这个空性的啊，一样是就是破这个三道啊，惑业苦三道，那么一样它是有三番啊，一样有这个三宝四谛四三门果啊。好，我们来看下面677页啊。点此一语，自内之流至，破外以闲邪，去恶边之邪小，正三宝四谛之力。云何言无邪？但有味，无味非正不了。好，我们看这哈，就是点此一语哈，就是说，我现在这里啊。讲清了，讲白了啊，那这一切不是在这个啊，不是在空有上在争，他这里提到后面，自内之流至，破外以闲邪，什么叫自内之流至呢？他这可以自内，内就是指正。罗汉果位之后的偏真涅槃叫做自内，因为偏真涅槃的修行人，他不管是体空观或是息空观，处在这个涅槃的角度里，这个叫小圣涅槃。小圣涅槃角度里面，他就容易留滞在那不出来了，因为他觉得一切即灭为乐，哇，一切多快乐啊！他从来也没有。那个这么快乐过，六道轮回苦分段生死已断，所作已办，啊，不受后有了啊，多快乐！所以他就会留滞在哪里啊？留滞在这个偏真涅槃里面。好，那这个要对治啊，所以治内是留滞。那怎么对治呢？要告诉他，后来还有这个尘沙惑要破。还有无明惑要破，还有广大的众生要利益。你现在得的这个果位是很小的果位，不要只是留在这里，
所以不要留置在那里。好，所以还有一个位阶，未来还有很多位阶要去走，所以这个位阶可以自内自留置，大家了解吗？可以对峙啊，一切都是空的，这个啊，偏真涅槃的这些罗汉们啊，那让他不要留置在那，说还有很多位阶要走啊，破外以贤邪啊，破外道了啊，破那些错误的看法的外道，贤邪，贤就是去除嘛，防止嘛啊，让这些不好的东西能够闲下来啊，整个没有啊，去恶边之邪小，去恶边就是有人执着空边呢、啊，有人执着假边呢、啊，有边呢 啊之邪小，来证三宝四谛之力。这时候呢，就证三宝四谛，这时候就可以立三宝，立四圣谛啊，就能够建立啊，那你这样才能有办法引导众生呢、啊。云何言无邪？这个邪可以念邪了哈、啊，就是另外那个邪啊，啊，无就是云何说无呢？为什么会说没有呢？啊，但有畏无畏非正不了啊，就是有畏无畏这个角度，无的角度再看的话，你得到最后正。这个法身大师之后，破无明之后，你再来谈，你这样才能够了，才能够真正了解。所以你非正悟之后，啊，非正到法身大师，啊，那个地上菩萨或是初住位以上的原教初住位以上的，或是别教地上菩萨的位阶，你才非要正到这样的话，你没办法了解的。非正不了，啊，非要正到这种层次，你才有办法了解的，啊。好，我们来看下面啊。今但信教，教有者皆为宛然，啊，教无者或同空境。无具意是菩萨具意，点空论位，位不可得，不应生真也。啊，好，我们看这边，说今天呢、啊，我们信这个教法，啊，信这个教法，佛陀的一代实教，啊，教有则皆为往难，啊，是真的皆为往难，是真的有这些皆为的，啊，就是。谈到有上有阶位，就是阶位往南，教无则或同空境，啊，如果谈到无，啊，毕竟空则或同空境，啊，这里这一段话哈、啊、比较深一点，这段话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啊，相当于我们在禅宗里面也谈到的啊，就是这个真谛。啊，真俗二谛哈、啊，就是这个空假了哈、啊，空假二观哈、啊。空呢是一法不立，毕竟空了、啊、哈、啊。所谓实际理地不受一尘，啊，实际理地，理就是道理的理，在实际上，这个实际上的实际哈、啊，实际理地，这个实是中道实相的实了啊。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也啊，是不受一尘，任何一尘都染不到啊，就是意思是毕竟都是空的啊，一法不立啊，一法不立，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也啊，这是指我们讲的这个空观或是真谛啊，那是一法不立，实际理地不受一尘。那么假观呢，俗地啊，则无法不被佛事门中不舍一法啊，这一切无法不被，没有一个法不具备的，那在佛啊佛事门中
事情的事啊，佛事门中啊，不舍一法，没有一个法是你可以舍的啊，每一个法都是具备的，无法不备啊。所以空假二观啊，它是能够让我们啊知道，我们不要偏废在有，也不要偏废在无啊。所以有呢是皆为宛然，但一切都是空的；无呢是豁然同境，但是也无法不备的。好，所以无具义，无这句的义呀 啊是菩萨具义，这个很重要啊。为什么呢？因为无这个字啊，要在正法身大士的大菩萨来看才真的看得懂啊。空这个字是要法身大士的这个破无明之后的大菩萨他才看得懂啊，他才看得懂啊。所以点空论位位不可得，不应生真也，不应生真也。什么叫点空论位呢啊？就是这一切都是毕竟空，那毕竟空中啊，你不妨点这个次第的位阶啊。那我们从我们的凡夫到五品弟子位啊，然后又修到这个圆教初住位啊，然后又修到这个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啊，那慢慢修起来。这些位阶啊，虽然一切都是毕竟空，可是不妨，然后啊，并不妨碍你这些位阶的存在啊。虽然位阶清清楚楚，但是毕竟不可得啊，却毕竟位不可得，所以点空论位啊，位不可得了啊。所以空中有位啊，而无位可得；空中没有位啊，而有位可证，哈、啊，有一个位阶可证。啊，此呢就是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啊，好，我们今天呢，翻过来哈、啊，到678页哈、啊，我们把这段做个结束哈。啊，678页又哦，没有，这个是下次了啊。中论呢，就四句是下次了啊。678页开始，就我们下次再讲。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哈、啊、是非常重要的道理。啊，你把这个毛子观跟这个法华玄义透彻了解后，我们几乎所有的啊，所有大圣的教法，完全所有的佛法，不是大圣教法而已，所有佛法都完整清楚的啊，完整清楚的啊。好，大家这个我刚刚有发了一篇，有没有看到啊？在群组上啊，有发了一个沈安大师啊他的一个啊寄语。我刚7点出头我就到了啊，7点多我就到了。我刚在楼下先把这些文先发出来，我很想说跟大家勉励啊。大家可以打开来看哈，我们一起来勉励这一段哈。这神岸大师讲的哈，好，他在他的这个诗句里面哈，净土的诗句里面讲的哈，净土因何独子兮？要令心念有归期，一门入后门门入，初步迷时步步迷。
直就下凡皆上圣，不离烦恼正菩提。莲花胜有因相待，何日归来守共息。啊，哦，这句话讲的真的很好啊。净土因何独子息？为什么那么多的净土？我们要独独指西方净土嘞，啊，要令心念有归期，啊，那就是要让我们心念真的有一个，啊，这个啊皈依之处，也有一个最后导归啊最殊胜的地方，而西方又是最殊胜的，你所有净土里面，西方净土最殊胜。所以一门入后门门入，你到西方净土之后，这一门路门门都入，门门都通。我们南无阿弥陀佛的六字洪名念得透彻之后，你所有的法门你都可透彻。好，大家还记得吧，好，那个如果按照我们讲这个一心不乱，是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啊，理一心不乱是到什么层次呢？啊，是破无明哦，是法身大师的层次，是初住位的层次。那你要到初住位的层次，你就已经成沙惑一段。那了解吗？成沙惑一段，这是今生哦，你不一定要跑到西方去哦，不是只有到西方你才证道，今生就可证道哦。在我们在世的这个时候啊，啊，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就可证到法身大士的，啊，那这个是这个在他的阿弥陀四十八大愿最后就有讲到，可证一人二人三人，这个就是到法身大士的层次了，啊，那么你能够，你只要能够达到这个层次，你门门路，你所有的法门都通，啊，因为这时候的尘沙惑也一断了，啊，初不迷时步步迷，啊，虽然你开始的时候啊你是迷呀，啊，啊，然后可能很多时候你都是迷，直就下凡皆上圣，啊，虽然我们一开始都走了很多路，啊，迷路，啊，可是因为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我们直就下凡皆上圣，我们是这么差的凡夫，我们就直接就可登上圣人啊，而且还是上圣三不退的阶位的阶位啊，三不退的阶位啊，我们到极乐世界就是三不退了啊，所以直就下凡皆上圣，不离烦恼证菩提啊，不离开烦恼我们就能证菩提啊，因为你达到那个深度的时候，你也可以了解烦恼即菩提啊。这个我们现在念这句佛号，其实念到四一心不乱，你这本身就已经是四一心不乱里面，如果你很稳定的话，你就是已经是脱生死轮回，以脱生死轮回的阶，这种位阶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这个你就可以理解到什么叫不离烦恼证菩提啊，就是我们从我们凡夫就开始念佛，我们是一个烦烦恼恼、忧忧恼恼的众生，哎呀，每天为了一个这个。我也觉得自己很悠悠恼恼，因为开车开在路上很怕被人家撞，现在是不是怕，我们都很小心，但是很怕熊公熊公抹进熊的人那所以我们还是凡夫啊，什么东西还是会畏惧 啊还是开车就很小心 啊烦烦恼恼的我们啊，处在人世间你什么烦恼都有啊，这种生命的烦恼，还有这个事业的烦恼、家庭的烦恼、生活的烦恼，哎呀，这烦烦恼恼的，你要能够不离烦恼证菩提，就是这句阿弥陀佛。
我们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慢慢把我们六根收摄回来，收摄回来，收摄回来。好，那通身放下，觉得什么都不重要，只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我们的精气神没有必要再去花费在其他地方了。啊，那些不重要的精，那个耗费我们的生命的事情哈，都觉得很不重要的，不用再一定要去忙。好，那天我看到一个老菩萨，这个老菩萨很有意思啊。这个老菩萨呢，他说，因为他参加好多会，这个会那个会，啊，晨泳会，啊，早上游泳的晨泳会啊，那然后又常常要跑出去玩。那个他就那天跟我讲说，师父啊，我要跟你请假，我今天不能去听你上课啊。啊，我说没关系啊，那你要去哪？他不好意思讲。好，然后后来去了以后，他才跟我讲哈，师父啊，那个我们晨泳会哦，啊，一年一次聚会啊，我一定要去了。啊，可是我说你不是一天到晚跟他们在一块嘛，哈。啊，他还是要去啊，他说他们这个人情世故啊，不能不顾。然后我就跟他讲啊，说那你这句佛号哈，要给他好好念啊，你一天几万声不要断掉了。哎，他真的有念哦，啊，一两万声他有在念哦。哎，我看他计数器放在这里啊，在那里念佛念佛念佛，他跑去晨泳会也在念佛。我看这我想，因为你要念那个几万声，你一定得要随时要念，你才有办法。啊，那所以呢，这个计数念佛就可以让避免掉生命的浪费。啊，都去参加不是很有太有，别人没我们一个人的生死轮回哈，我们好不到遇到佛法，你真的脱生死轮回多重要，不然你眼泪还要再流一遍嘛，你未来生死。我们的业，我们的寿命是有限的，最怕是寿命到的时候业障还没消，又还没办法去极乐世界，又随意流转，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啊！业还没消，那多恐怖啊！啊，那如果业还没消，我们又没念佛，又没有办法靠阿弥陀佛带我们去极乐世界，那这才枉费来人世间这一遭。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出生死轮回的心，这出生死轮回的心啊，就是在这里啊。所以莲花甚有因相待，何日归来所共喜啊。这个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莲花甚有啊，啊，这个啊，互相连极乐世界的莲花圣友，以及我们现在娑婆世界的莲花圣友，大家互相都是莲花圣友了，啊，互相的啊相待，啊，然后何日归来所共喜啊？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大家可以跟着啊，诸菩萨、大菩萨都在等着我们能够归去，啊，回到这个阿弥陀佛的怀抱。啊，共同携手来利益所有众生。你看，这十方法界那么多的众生多苦难，你要没有这些大菩萨发愿去哈，那多辛苦啊！这些人啊，所以为了苦难的所有众生，我们发大菩提心哈，然后希望自己早日成佛。所以主要都是心哈，要站在众生的立场，他是很苦的。我们心要常常想他很苦的，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帮他，这个很重要。所以菩提心可化所有一切，一个人业障要消，发菩提心业障消最快，如秋风扫落叶啊，发菩提心业障消很快。所以我们要常常去想众生多苦，我们站在他的立场啊，在他的立场，我们怎么样子去想想看怎么引导他帮他。好，这个就很重要。好，大家好好的加油啊，好好加油。好，有什么问题？
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大家记得好好念佛好。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